侯家峰今晚的股票已经跌破买进价位啊，要阁持续向下探。我伫咧怀疑 ，Jerry 单中生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嘛。单中生，你若真正敢用 Jerry 的身份来欺人死给我的后生，我一定要让你死无全尸。想要看我庐山真面目，我着较好心的做一遍满足你所有人的愿望。今摆伫咧你面头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单中生。咱拢去有失格去。恁爸爸确实就是蒙阮爸伊的卑鄙少年。可惜的是，这个证据啊，已经无法度洗清阮老爸的冤魂。罗在兴，负责囝的，天公地道。不如我问财务长才知影。原来副总无把其他股份提转来呢？怎么可能？阿姨的股票不是翻几啊十倍，怎么会用啊？这位生计股票我无卖掉，一张拢无卖。罗家峰啊！啊，去了了，你是咧想啥？你这么样想，我叫你气死咧！难怪你想办法一个招伊，把股份提转来。啊，我还用个看到碧花的面，安尼我一世人就真正安心吗？你放屁！我宋丽蓉一世人真正是足悲哀的，我就是害宋碧花流产。袂当阁生个罪魁祸首，我讲你，你会当活在这世界上？当然，罗家峰今卖股票已经跌破买进价位啊，要阁持续向下探。我伫咧怀疑 ，Jerry 单中生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嘛？单中生，你若真正敢用 Jerry 的身份来欺人死给我的后生，我一定要让你死无全尸。想要看我庐山真面目，我着较好心的做一遍。满足你所有人的愿望。今摆伫咧你面头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单中生，咱拢去有失格去。恁爸爸确实就是蒙阮爸伊的卑鄙少年。可惜的是，这个证据啊，已经无法度洗清阮老爸的冤魂。罗在兴，负责囝的，天公地道。